次是香港麥當勞獨家創作的一個新嘗試嚟嘅，可以 shake 完再 dip， 所以叫做 shake and dip。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容祖兒。I'm loving it。大家好，我是李俊基。Welcome to the world of McDonald's。这个时间我就教大家怎样 shake and dip。 Step 1， 当然不可缺少的薯条和麦乐鸡，你知道在哪里买的。 Step 2， Get this, put it in the bag. Very simple, right? Step 3，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调味料已经放在这个袋子了。 Step 4， You wanna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tep 5，拿一隻麥樂雞出嚟 ，dip it in the sauce，put in your mouth。We are loving it。안녕하세요 ，This is Studio Number 5。We are here to shoot the shake and dip mission。Check it out。I'm loving the shape of the way， 就似攤喺屋企。在这里有你陪我一起嬉戏。今次就出现再点一个新的成分，咁啊李俊基就代表点个客。阿祖儿负责 shake 嘅。其实越细个先至越多解。我想佢系跳得 freestyle 啲，令到佢好型。阿祖儿就 girly 啲啦，李俊基系 public 嘅，因为佢时间得个一粒钟至半个钟俾佢学，咁佢就拍低佢，然之后佢翻酒店自己再练。我都后生过，我都白厌过，一世流流长，试问边个未玩过？拍到几次都是长头发咁 shake， 想今次有啲唔同咧，就染翻黑啦，同埋薄下。薄咗啊！三点几去到十点就少少痛咯，因为啱啱薄嘅时候佢会容易扯啲啦。佢呢个新造型系第一次就俾咗麦当劳。今日非常之特別啦，除咗 fries 咧，仲有麥樂雞。而我今次咧，亦都多咗一個拍檔，就係、是、李俊基。有 friend 到，又有 friend 到，呢位老友就得見到。辛苦啊，因為咧，我哋今次要大家配合得好好啦，同埋初頭就以為對鞋咧唔辛苦嘅，跳跳下其實隻腳都而家冇曬啲角咯。不過個廣告好睇咧，就非常之值得嘅。我而家都去麦当劳，我又去麦当劳啦，各位哦，拜拜。